为精彩不间断。别跟我抢！对，你要为这句话买单。想你的歌。杨坤的味儿。杜飞飞出去回来得拜访咱们，打他。启灵他们。全新环节，爆笑场面，千万别错过。教主行礼，走凉菜，走凉菜，来凉菜，放快，大家都说得快，最后。欢迎来到辽宁卫视，到底是谁？有请主持人郭德纲。谢谢。谢谢现场两万多观众热烈的掌声，欢迎收看辽宁卫视到底是谁，我是郭德纲，欢迎你们。单丝不成线，孤木不成林，浑身是铁，打不了几根钉子，一个人能力再大做不了节目。今天来了几个朋友帮我一起，掌声欢迎他们。来，接下来认识一下四位的龙山真面。一号，拿掉面具，掌声欢迎曹云金。曹云金，相声演员，2002年拜师郭德纲先生学习相声艺术，代表作品《大保镖》《脱妻献子》，主持节目代表作品《喜来屋》。一看坐着这姿势就知道是我徒弟哈。对。哎呀，你能再坐直一点吗，少爷？你这很直。我们徒弟都是腿短啊，凳子腿长。希望今天有出色的表现。来看看二号，拿掉面具，掌声欢迎戴娇倩。大家好，我是戴娇倩。戴娇倩，演员，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，影视作品《凤在江湖》《茶马古道》。好久没看见戴娇倩，你最近好吗？挺好的，最近在给新戏做宣传呢。戴娇倩在做什么节目？做什么戏呢？现在？钻石豪门。哦，一个年代戏，钻石豪门。嗯啊，你在里边扮演什么角色？又演妈又演女儿。嚯，这娘俩你都包了。对，就是年龄我包班的，我在这戏里打包班的。大家记住了，关注一下戴娇倩主演的钻石豪门。谢谢。三号，拿掉面具，掌声欢迎霍正燕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霍正燕，演员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，影视作品《那些年那些事儿》《少年包青天》。霍正燕这个名字使我们想起了喝茶的时候。霍正燕，这个名字起得非常的好哈。现在奥头四号累了，我来问一下，四号累不累啊？累了。好，我们再跟戴娇倩聊一会儿啊。四号拿着面具，掌声欢迎孙菲菲。孙菲菲，演员，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，影视作品《等到胜利那一天》《牡丹亭》。大家好，我是孙菲。请四位打开题板。哎，打开之后不要再合上。如果里面有一张纸写着都是答案的话，那么恭喜你了。看看你，不要，哎，戴娇倩，打开盖儿。对，不要再合上，有作弊的嫌疑。都准备好了吗？不要走开，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，到底是谁忽悠我。我第一道题就是唱歌，请四位依次站到台前来，给你们每位提供三首歌，音乐停止的时候你们要接着断下去的歌词把它唱上来，一句就好，唱上来了给200分，第二首又唱上来400分，第三首唱上来是800分。丑话说在前面，前面唱挺好，后边唱错了分数要追回来。有人说了，旋律我能记得住，词儿记不清楚。三首歌当中有一次机会，可以请现场的朋友来帮一帮忙。来，曹云金到前面来。你今天穿着衣服，我挺高兴。小红裤啊，黑红为富贵色啊。唱歌呢，在德云社来说啊，我们很少有唱歌的。说唱一两首还成。要说都会啊。基本上不灵，不要紧的，我们有的是办法克服你这个难题，好吧？你准备好了吗？您是评委，没事，这跟相声大赛一样，办法。就别喊全国人说的嘛，我们比赛是本着公平公正、尽量公开的原则啊。来吧，听一听我们第一首歌是什么，开始。学会我爱的人，甘心与身伤悲，带
谁对谁不必虚伪。谁说相声的露脸？行吧。哪个外头说相声的露脸？行吧。来，我们来听一下曹云金对了没有？他成功了。好、啊，是一个人回去了。哪儿就走啊？刚得了一个200分啊！接下来是第二首歌。好，好，别打，别打，不必啊。第二首歌是自己唱还是找一帮忙的？找一帮忙的。我们找俩。好，你说要帮忙，马上就有人举手了哈。来，那位女士啊，到前面来。太好。嘿，帮我的全是女士。哎，咱们找什么女士啊？让人家站着听。我很不理解。这不是来帮我，这是来卡油的。啊、哦！如果唱上来的话，要拥抱一下，你介意吗？我不介意。真的呀、啊？你看这说的心腹呢，乐成什么样？话筒都这么嚼了吗？来吧，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是什么。在无垠的旷野中。报之前问一下啊，他刚刚得了200分，由于你的不会会被追回来，你于心何忍？你拥抱一下他，表示慰问吧，好吗？再给一首歌的机会。没有啊，怎么老有我的事儿啊？这里头，他们在叫你呢。谢谢姑娘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这就很遗憾了啊，太遗憾了，你唯一的一次机会被人给浪费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最起码得有点特权嘛。哦，我唱完自个儿嫁出来，您怎么着也得再给我派一个这个人替我唱吧。那我问问现场的观众吧，把现场导演都叫上来。对对对，他不会，他五音不全啊。曹云金还能再有一个机会吗？好吧，我们听老百姓的好吗？对对对，不要跟观众作对。咱们实话实说，哪位要上来，您可得会啊！要再不会，我们就没有理由做这个。你看那位，看那位，还有那位，哎，怎么直脱衣裳这位？我们只唱歌，都没有体力上的这个事儿啊。凄厉的北风吹过。对了没有？再次恭喜400分。谢谢您，谢谢您啊！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你太客气了。要干嘛？谢谢，好，回去吧，天不早了。哎，哎，好。家、啊。打你！欢迎收看辽宁卫视《到底抱谁》。你说，你现在是已经有400分了。对。接下来还有一首歌，自己唱吗？我自己唱吧，我们会有办法的，孩子。你很相信我一个啊、嗯！来，开始第三首歌。你可以思考，别着急，要相信自己的路啊！你也成功了。那就这词儿呗。你一个字儿说一遍。怎么了？要相信自己的路。带我走。要相信自己的路，我一定能。别说话，别说话。要相信自己的路，这跟相声大赛一样。对，要相信自己的路。来，我们来听一下，都对了没有？成功了，孩子，前途无量，成功了啊！太强了，大伟，嗯，快回去吧，那仨人憋着弄死你了。哎，得嘞，来，再交钱。来，你调一下话筒。还行，我还行，还行，挺好。自己唱还是找人帮忙？我第一首嘛，肯定自己唱嘛。我替你唱吧。啊，不，不用他唱啊。行，你给他准备一首歌吧，来听听试试。爱了就爱了，陈琳的歌吗？哦，你唱的也非常的好，我们来听一下他唱对了没有？恭喜，太高兴了呀！好好的，好好的，放不掉啊！已经有200分了，接下来是第二首歌，要自己唱吗？我觉得啊，机会留在最后比较好一些。好，那我要这首要唱错了还倒扣吗？哦，不倒扣，没有分，全扣。
这个你现在有200分了，你再唱对的话是400分。你想有办法，你怎么唱吧唱吧唱吧，还是咱这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腿了多少人了，没想过有了他还孤单的可怕，我突然想起从前陪我那个洋娃娃，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。嗯，那后面的你可以来一句行吗？真的你告诉我来还去你去，我来这就不上火吗？你我都上了一趟火，我的天哪，我还说是怎么加了一珍珠这是。来听听对了没有，恭喜400分。第三首歌我建议找一个帮忙的，对对对对对，万一不会呢，来看看有没有哪个男孩愿意给戴娇倩，别着急回家我们把话筒让给他。以前看过戴娇倩演的戏吗？嗯，看过。戴娇倩漂亮吗？漂亮。喜欢吗？喜欢。你有女朋友吗？还没。啊，那你还没找呀？啊，马上下节目就去。你以为唱完了这就打包带走了？不以为。来，我们来听第三首歌是什么？夏天，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，压心压心底。我不爱这歌了。这歌叫粉红色的念想，懂您的回忆。你要自己会自己也可以唱，多甜蜜多甜蜜我能忘记你，是这意思吗？多甜多甜差不多行了真的不行啊，再来一遍，怎能忘记你，把那个女字去了，把那个女字去了，怎能忘记，不要再唱了啊，很危险了对了吗？夏天夏天，来个框咱给它扣上吧，这是80年代的歌，老歌太不容易了，你少来，这首歌流行的时候你41啊，你现在有800分了吧，800分了，现在是最高的分数了啊，你觉得你高兴吗？高兴啊。那你愿意用哪种方法来庆祝一下呢？你打算干嘛？闲着闲着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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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霍正燕来的时候就夸下了狼烟海口，基本上都能接上来，差不多吧，真的呀、uh-huh、好吧，我们先看看前两首成绩如何，开始。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过，去远空翱翔，应该没问题哈，很简单，也很简单，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世界很无奈，倒了，现在开始唱啊，很无奈很精彩，这是个对嘴子我们来听听话痨唱对了没有，恭喜话老师200分，接下来第二首歌开始，用心跳送你心酸离歌，恭喜400分。嗯，第三首歌我们需要找一个人来帮一下忙，因为万里有个一呢，对，万一我不会呢，哪个女孩愿意帮，哎呦快来，不了不了，来蓝精灵到这里来我的个天哪，我现在是卖报的小行家，来往前站，待会儿唱完之后要跟霍正燕拥抱一下，愿意吗？这必须的。我的天爷，霍正燕你惨了，来吧。
了没有啊？成功了，两位热烈拥抱一下。对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谢谢，救命！要不要报警啊？谢谢，谢谢候诊人，来思菲菲。走过来跟踩着手似的，不是给摸完鱼过来的，不是，我也没有想到你们这儿的这个地板这么滑，是吗？你没穿钉鞋来吗？跳舞出身是吧？对。唱歌怎么样？唱歌不是特别有信心。第一首歌自己唱吧，好吗？第一首歌、好。来，我们听一下是什么。
快，这都是摇滚范儿。得让他先摇，摇完之后呢？你先让我先唱完。花谢花会开。哪儿的事儿？我都听出错来了。啊，对了吗？春去春回来，花谢花会再开。对了吧？可以了，唱太多了啊！大乔倩对了吗？恭喜家长两百分。唱错了，接下来是第四首歌，开始。这孩子走太快了哈。这不可以这样，郝云金，我给你讲道理啊，你们怎么这样的？太不像话了。带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哎，很成功。啊，我觉得挺好，而且很绅士啊。来听一下曹云金对了没有？不行，但是这个抢话筒不文明，以后不许这样了啊！啊，加上两百分，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首歌，开始。这样做，拿回来，这孩子给我拿回来不行，举的地方不算，举的地方不算。不行，行了行了，我胜利了。舞台脚好像。你怎么又这么绅士啊？哎，是我要投诉。啊，投诉跟我说吧。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每次我会唱的时候，我都抢不到话筒。好，好，还有呢？然后我不会唱的时候都能抢到话。哎呦，这怎么话说的？得了，以后别来了啊。这个他这样做是错误的，我要批评他啊。但是我们先听听他唱的对了没有。你说什么？我怎么能错上加错呢？给曹云金加上两百分，请四位回到位子上面去。四位精彩的演唱结束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分数。曹云金1200分。哎哎，喊喊，我不介意啊。好，哎，来四位。戴娇倩1200分。谢谢。霍正燕1000分。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集中在四号，孙菲菲0分。四位刚才一直忙着唱歌，但是你们忘了一个事儿，四位当中有一个人是我们的大忽悠，他知道刚才哪一首歌怎么唱，该怎么接，他在忽悠我们啊。金子认为是谁啊？你认为是哪一个？我认为是孙菲菲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没分儿。这就是一种伪装啊。好，你认为是孙菲菲啊？对对对。好，这个戴娇倩，你认为哪一个？我觉得曹老师综上所述就是我想说的。真的呀？对。那你看霍正燕。我也觉得是孙菲菲。嗯，孙菲菲，你在这个行业里边人缘不是很好。我就新人刚刚出道十几年，太紧张了。你觉得他们仨谁可能是大忽悠？我觉得曹云金绝对是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他太有自信了，就是你看他那个耀武扬威的样子，一看就是比赛看不到。我觉得他这是一身正气。怎么样怎么样？一点儿没看出来。眼力不行这孩子啊。那他们四位先生矫情着吧，把选择权交给现场的朋友们，拿起手中的选择器一键摁下，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谁。观众究竟会投票给哪位嘉宾呢？在下面的游戏环节中，嘉宾们到底表现如何呢？哎呀，好看的节目马上就来。我要洗心革面。
现场的观众经过考虑之后，把票投向了孙菲菲。电视机前的你如何选择？到底他是不是大忽悠？您接着往后看。菲菲今天还得红，你看看你的支持率多高啊！妈，现场的朋友们给你打了最高分，那很遗憾了啊，你现在欠我们200分。因为要扣除200分，您实在没什么可扣的了，打上一把叉子，加上一个不良的记录，我们记着这个茬，孙菲菲欠我们200分。那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惩罚，你愿意吗？你既然看过我们很多期，不应该让我再着急了。打开你的双臂，面带微笑，大声的喊：刺我！刺！哎，对不起，坏了。哎，奇了怪了！别干了！啊？没事。对了吗？刚才？不对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这个？哎，对，那刚才喷对了吗？对。但是我觉得不错，再来一次吗？对。哦，行，可以。这回对了吗？对了。但是第一次有嘉宾说，哎，再来一次啊，他喜欢这个是吧？哦，没有，我错了。啊，刚才怎么发生什么情况了？没事，我喷错了没有啊？没错了吗？这聊天我喷错了吗？错了。那需要再来一次吗？看看手表，做人还是得厚道点。对，这一下就到你了。孙菲菲，你还得罪人呢，我救不了你了。来，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快问快答环节。很简单，我来出题，你们来回答，你们不必说话啊。我问一个问题啊，这个事情怎么样，对吗？你们就需要告诉我对还是不对。你觉得不对，这样；你要觉得对，你就这样。哎，我一出题，这事儿怎么样，对吗？然后一二三，大家请回答，大家就一起来，一定要一起来，记住了啊！你想人家三位，比如都摆出来了，你还跟着想着了，你就算犯规。你看，而且姿势不标准也会被惩罚的。啊，听懂了吗？对，啊，这是对。啊，菲菲摆一个，好，不对是这样。好极了，来，请听题。天空上的星星，曹云金。先从树上下来。不，您永远是对的。先给加100分吧。对，出来混的都得给自己留条道走。这孩子越来越好，一点都不膨胀。天空上的星星，有的亮，有的暗，是因为发光的能力不一样，对吗？对的还是不对啊？我刚才讲一二三，请回答。我还没说这句话呢。我还没发功呢。啊，万幸。那他们先举的，我最后一个举的，怎么又刺我了？你的按钮离着我近啊！大家再想一想这个问题：天空中的星星，有的亮，有的暗，是因为发光能力不一样，对吗？请回答。一二三，请回答。我没说一二三。戴娇倩，你那个表情为什么那样？很败火吧？我的发型全乱了。哎呀，你刚乱了。下回来您这节目剃个头再过。你看看，我都这样才主持的。一二三，请回答。曹云金，你愿意再想一想吗？其他人愿意再想一想吗？好吧。来不及了。是这个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啊。你们就没看过西游记吗？啊，
有后台的妖精都被接走了，没有后台的妖精都被打死了。演艺圈也是如此，名利场是非圈，要会为人啊。而且我提醒你们要想一想，你们不如我徒弟了解我。怎么了倩倩？为什么我就觉得是不对呢？啊，那但喷不喷你是我的事儿。来第二道题，马是卧着睡觉的，对吗？忘了。知道错在哪里了吧？好极了，一二三，回答。我说请了吧？对对对，您是对的，对对对。一二三，请回答。孙菲菲，你愿意再想一想吗？我不用了。你再想一想吧。哎，快！马是躺着睡觉的吧？你想想，哎，你想那玩意儿好看吗？那跟桌子翻过来似的。不是，我总结了一条真理，看过很多期节目，就是郭老师的话不能听，就是他说不行的一定是对的。你要为这句话买单。我笑错了。哼，他是啊，跟这没关系。没跟这没关系。我一个还有挡号的。还有谁？没有了。要不是我徒弟提醒，我都吃亏了。还敢拔刀相助啊？谁呀、啊？又是谁呀、啊？是在道歉吗？不是不是、啊，您都是对的。啊、您哪怕有一天错了，您还是对的。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得零分。你还也不用知道了，知道也太晚了啊！好，我们接着回到这个马的问题上来。等一下，还没完事呢。一二三，请回答。郭成燕，你改不改？我不改。戴娇倩，你改不改？不改，不改，不改，不改。金子，你可别改啊！给每位加上100分。来，第三道题，坦克是英国发明的，对吗？一、二。三，请回答。金子，你愿意再想一想吗？应该是德国发明的吧。你是我师父还我是你师父？您是我师父。我都忘了。您加上100分啊。哎呀，这个得分就是这么简单啊！少说少说，少说话，少说话。啊，还有你，对对对对，第四道题，著名影片《魂断蓝桥》的桥是滑铁卢桥，对吗？一二三，请回答。这个，他说对吗？您说呢？你看看郭正燕。哦。倩倩。这我可救不了你们了啊！孙菲菲，啊，你这姿势跟后边人压着似的。好吧，每人给加100分。第五，世界杯足球赛的首届冠军是荷兰队，对吗？一二三，请回答。摄像告诉我错了。你别逮谁听谁的。孙菲菲，你要再考虑一下吗？错了，我听摄像说。没事，行了。我们这里老有摄像的事儿啊。霍正燕，你要再考虑一下吗？应该是不是巴拉圭就是乌拉圭，我记得肯定不是荷兰。哪有这么多乌龟啊？不是这国家的。
小倩，改吗？不改不改。好，那恭喜你们吧。每位加上100分。接下来到了我们的魔音大考验的环节，有请魔音阿姨。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往前一点来。待会儿您的工作就是戴上耳麦，然后里面放什么歌，您就跟着唱什么歌。你们要做的是听，谁能听出来是哪首歌，大声的说出歌名来。如果答对的话，加上200分，一共是3首歌。来吧，您可以了。好了吗？嗯，好了。来，开始。你脚下之宽带，小姐，宽带还是电脑了，正在上网的路上。让世界更美的好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哎，您别别，您唱，不要朗诵啊。善良你的羔羊，哎，杨坤的味儿。你温柔。我想你一定知道，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妹姐妹，姐妹，干妹，姐妹，来听一下。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飞跃。好极了，恭喜戴娇倩加上200分。接下来是第2首歌，您唱的非常的好啊，来，您看。再来第二首。汉中的我不没有说啊。您唱，您唱，您唱。不想你回家。说你们谁呢？你的美也说我没有。你看看表情多好。关键看情绪啊。好。你好我在。啊、快玩的里边，你爱我爱神，是不是真的叫？没事吧？真吵的，你让我得点儿。你爱我爱神，来，我们听一下。就说出你想说的这句话，就想要多。好极了，这是陶喆的歌，爱我还是爱他、嗯、只有孙菲菲猜出来，应该加上200分，刚才欠我200，怼了。接下来是第3首歌，开始。嘿，四位，报应来了，这太快了，你甭客气。我要洗心革面，不用，我要重新做人。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洗心革面，做人。您不用客气啊。没的什么。我管他那个去了。哒哒滴答，来了。哒哒滴答，哒滴答滴答滴答哒。载歌载舞，你载好歌。哒哒滴答哒。一个。你甭客气，没事，快。哒哒哒滴。霍正燕，你不是说什么歌都会吗？这个。你尝尝那个。一点也听不出来词儿。您甭跟他们说话，您唱您的。怪我的。什么？嗨，五娘。嗨。什么？我当，我当。两位都不对。哒哒滴哒哒滴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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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滴哒。来听一下。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。现在就开始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。你看我72遍。对。啊对。你也想起来了哈。那变变。给戴娇倩加上200分。谢谢您，谢谢。太好了。非常好，谢谢。嗯。现在我们还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。啊，经过这一轮比赛之后，你们认为谁会是大忽悠呢？金子，孙菲菲。为什么？就是肯定是答不出来，一个都答不出来的，这个是大忽悠。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都答不出来的。然后呢，又因为自个儿分呢实在是太少了，就答对一个，然后挣点分，结果被非常公正的主持人我师傅啊给答对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我感觉在力。妹妹，他说是你，我觉得是他。人这玩意儿讲理就在这儿，道理何在？就还是你看他贼眉鼠眼的，就肯定。比赛场上严禁对其他选手人身攻击啊。
还是有天理的。咱们也不必太过分，路还长着呢。咱来着看吧。是啊，你认为是他？对。哦，再道歉。我觉得可能还是菲菲。我觉得菲菲可能最后的那个力量放在最后一趴才攻击，现在还是存着。真的呀？嗯。霍正业。大家都说菲菲，我也说菲菲，结果真不知道是有太没有效现在。四位互相指正了一下啊，到底是谁呢？我也不太清楚。我们看看观众们怎么想的，拿起手中的选择器，一键摁下，咱看一看到底是谁。到底是谁将在本轮得到惩罚？全新环节大忽悠是否被暴力身份？精彩稍后继续。观众在本轮的投票中选择了曹云金，那么他会不会是真正的大忽悠？让我们继续观察，看看最终到底是谁。谢谢大伙儿，眼睛还是雪亮的，谢谢大家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是疑似的大忽悠。我们先给曹云金加上一把叉子，打上一个不良的记录，扣掉他200分。那么接下来。好，接下来进入下一个环节。菲菲，那接下来还应该干嘛呀？接下来呲啊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没听清吗？他说要呲他。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怎么了？不是啊。郭老师，您不能这么向着自家人吧？我没向着他，因为下面他马上跟你在同一个戏里去拍戏，我是为了你积攒一点人缘，在这儿我管住了他，省得他到现场挤兑你。那我现在现学他行吗？可以。你永远是对的。我行了，又错了。我理解，明白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，明白了。啊，这都挺好吗？皆大欢喜吗？这东西就是防不胜防。接下来记住我们要干嘛？等我试试，得还敢反抗？菲菲，你自己过来，来摁来吧，好吗？好，好不好？一二三四嘛，你只许摁一次啊。对。好了，回去吧。行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快回去吧，孩子，快点，一会儿那座丢了，快去。像那个天山老妖。妹妹，心情好点了吗？好多了吗？不错。好极了，心情好多了。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，到底谁是大忽悠？现在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了，待会儿我会请出一位出题的嘉宾来，他跟我一起聊天，他会说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，你们就看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破绽，然后你们来问他，他说他干什么你就问吧，一直问到你认为是真是假为止，之后呢你们自己来摆出来是错还是对，由他自己来给你们打分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我们的一号出题嘉宾。一号出题嘉宾林毅，职业幼师。好极了，来吧，到这边来。你好。您好。哎，这个贵姓？免贵姓林。啊，姓林。这个林女士啊，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一名幼教老师。哦，幼教老师啊，天天跟小孩们在一块儿，对，挺快乐的一个工作。嗯，非常快乐。做这行做了多久了？有12年。哟，干了不少年了。嗯。啊，这个四位嘉宾，你们有什么要问的，可以随时的问。小朋友打架的时候你怎么办呀？打他。那肯定要劝呀。嗯。比如说，要哪个小朋友不对，你就要说你今天做的不对啊、哎，下回老师希望不要看到你这样。下回就不呲你了。好，曹云金有话说。我有问题。说。到底是还是不是？哎呦。这不太露骨了，太露骨了。哎，你们早上几点开园呢？7点。哎，7点半，7点半开场。哎，不是这样。7点啊？对。戴娇倩是几点送孩子？什么七点？哦，不提不提不提。没有啥。啊，他现在还不承认呢。啊。如果我是小孩子的姑姑，我想去接他的话，
你会放他走吗？不可以，必须要给他父母打电话。嗯，父母确认了才可以让那个其他的亲属接走。小孩子现在最喜欢看哪个动画片啊？哎，看到底是谁？在三笑才子佳人。喜羊羊与灰太狼。除了这个呢？一期。除了这个呢？我问你，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放那个动画片是什么时候？青少年频道什么时候孩子可以看？你是家里没孩子，他能知道这么详细吗？智慧树几点开始？哎呦，完了，给问住了。他说的时间对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以为你天天跟家跟孩子看这个呢。还有问题没有？我没问题。没有问题吗？我就等着这个评委告诉我。就不合适了，就孙菲菲出去回来得拜访咱们。那么接下来我数一二三的时候，台上台下咱们一起摆出姿势来看一看是真是假啊！一二三，请回答，请。哦。行不行啊，老毕啊？哎，你们已经过了时间了，现在需要处罚一下。哎，这分他们早了。行不行？一二三，请回答，行不行？我不改了，我决定了，我不改了。好，就现在这样子，不要动了，只要再动就算犯规了啊！看见了吧？孙菲菲说不对，二号和三号认为是对，啊，一号摆一个，好，一号认为是。不对啊，来吧。对不起。哎呀！你看他兴奋，来告诉我们您的真实身份。我是公司一名行政人员。啊，行政人员，行，挣的挺多的，挺好啊。谢谢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答对的每位加上500分。我们接着有请第二位出题嘉宾。二号出题嘉宾浩然，职业婚庆主持人。真活泼啊，真活泼哈、啊！您好，你好，浩然，来往前站一点。我现在男女都是，知道吗？往前站着啊，怎么称呼？我叫浩然。好，叫浩然，好听的名字啊。您的身份是？我是婚礼的主持人。哦，婚庆的主持人。新人结婚的时候啊、由他来现场来喊一喊啊。我从来没干过婚庆，因为我不太会这个啊。你看我们这曹云金他们经常结婚庆。哎，那何云伟还不够吃的吗？还接这个啊？所以这个呢跟我们有相通的地方，得说话呀，得幽默啊，现场也得主持啊，让人家属都高兴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我问个问题吧。这个婚礼仪式几点开始？11点左右开始。十一点几分？11:08一般是这样。哦，11:08开始。结婚一般都是新郎和新娘都是。哦，对对对。这句话说的很不像人话。啊，就是你得问最多上几个。那个我问一个问题吧，那你是负责做什么的呢？就在台上的时候。啊，在上台的时候，那个主持的那个司仪，负责典礼的司仪嘛，他是司仪，对，司仪上班去了。哎，我再问一问题，一般的正常婚礼里边都有多少个环节？可以选项当然是，您说来几个比较代表特色的环节？十好几个吧，十好几个比较代表特色的几个。简单说一说流程。对，简单的流程，一般大家先要听啊，入场，证婚，然后戴戒指，说誓词。启示啊，对，然后还有呢，感恩父母。哎，咱们这样吧，咱们举一个小例子吧，好吧？比如说今天这个就是一个婚礼现场，我们从台上四位当中选出新郎和新娘来，然后让他现场给你们说几句，你们看看是真是假，好吗？好、啊。谁愿意当新娘？我来，我你来当新，谁当新娘？我来当新娘。好，那你选一个新郎吧。你结婚了吗？他问我结婚了，我还想问 你结婚了吗？我是圣女啊，我是圣女啊，我是单身女王。现在那好吧，那我也没结婚呢。哎，那咱俩就先过着。我天，你想好了没有？那这期录这期节目我们就不要钱了，我们带一媳妇回去。怎么了，孙菲菲？我想举手吧。可以啊。但是我刚才在后台看到他女朋友了。
很凶。真的呀？对。那你当这新娘吧，好吗？你跟曹云金举行婚礼吧。等会儿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在后台啊，看见你父母了，很凶。你这样吧，我们后让这个司仪挑吧。你觉得让他们四个谁跟谁是郭正燕啊，跟曹云金结婚了？你觉得谁跟谁般配？你挑，就一二号吧。一号和二号，戴娇倩嫁给了曹云金是吗？离得近，他们俩离得近有感情。来，请两位到前面来。这边就是他们入场口吧，好吗？啊，好。我们这一喊启灵，他们。八位。教子行礼。没有这，是不是还需要这个伴郎和伴娘啊？你们俩。来，这两位伴郎伴娘啊。来，他来指挥一下，我们看看是真是假。你俩换一位置。哦，这样的。啊，对对。你的他和他的。男左女右嘛，对不对？哦、是这样是吗？不对，对对。哎，要不然你走吧，我看没你什么事儿了。这俩怎么都归他了？这个。这不等于我出来带一保镖吗？啊，应该是怎么站？我们来问一下。是，就这样。然后你站在他后头。啊，伴郎站，你说开始你就把他踢下来了。站那个新娘后面，站这边，不能交叉，站在新娘的后面。嗯，好。咱俩是怎么着？没事，您我报警是吧？没事，您在旁边。我是主婚人，我是他们四个人的爸。感谢各位高亲贵友的光临，今天是一个好日子，今天曹云金等人结婚。有利于中国传统相声事业的发展，希望他们啊接二连三的多生一些孩子，继续你的相声事业。今天有请我们的优秀的婚庆主持人浩然先生来。阳光明媚，歌声飞扬，欢声笑语，天降吉祥。今天在这里迎来这位新人，大喜的日子，朋友们给他掌声好吗？来，好。走凉菜，你说你的，梁山吉时已到，请各位用掌声请出一位新人。酒水，快跑！酒水，快给点音乐，快点！先生，我们要走啊！先生。新郎官穿着衣服走了，哎，新郎官往前一步、啊、小伙子一看怎么样，帅不帅啊？英俊潇洒是吧？倍儿亮啊！给掌声，好，来，您这什么脑袋放掌声哪来的？这是，也没词儿，我感觉不像主持人，像吃饭呢。别着急，好，我们这里还有那个，还有新娘，女方，还有新娘，看她来，新娘穿着衣服走。好极了，看看新娘，亭亭玉立，婀娜多姿。现高君出塞，西施正美，貂蝉怎么美？杨贵妃把这喊着要减肥呀、啊！新娘美不美啊？更热烈的掌声啊！下面请出今天的证婚人郭德纲先生。我以为你刚才说一半，新娘美不美，像个活土肥。啊，这个今天很高兴啊，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啊，因为这几天一直在每天都参加戴娇倩的婚礼，今天他终于落在德云社手里边了，只能说是个报应啊，希望日后你们大家好好的过日子啊，早生贵子啊，祝你们幸福啊，祝你们幸福，也希望你们比以前的孩子们好一些，好吗？我也希望就是您见证我们早生贵子这个过程。您觉得这个家谁当家做主好？他们俩非当家，别拍相啊，这公正一点。要公正一点的话，我觉得戴娇倩当家好一点，哎、因为他仿还得过日子戏，你知道吗？行啊，曹云金大手大脚，嗯、你知道他原来太了解，他给女朋友花钱他多舍得了，你媳妇没花过钱，都是女朋友花，就哪回打架都说得快，最后啊不说了，大喜日子我们不提了，嗯。这个伴郎伴娘没有事可做，没事，哦，陪着就行了。好极了，好，好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一下四号伴娘啊？没有了啊，好，完了啊，各位，好，今天的婚礼到这里结束，明天下午4点第二场婚礼还是他们俩，谢谢，好的，好，这个，刚才现场我们举办了一个小的婚礼啊，嗯，来了很多的嘉宾，来了很多的亲友。全家四口人其乐融融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主题就是他到底是不是婚庆主持人。我数一二三的时候请你们几位摆出姿势来，包括台下的朋友们，咱们开始鉴定真伪。一二三请回答。
位嘉宾只有戴娇倩举了一个对的胳膊。郭老师，我也是。你不要人云亦说嘛。你郭正燕，你不必看戴娇倩，你要看一看戴娇倩。就这样吧，好了。就这样吧。因为最后怎么选择是他们的事儿，现在不许再动了啊。啊，来不及了，来下一期好吗？来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比我还狠了啊。他确实会的，我不过是一家人呢。曹云金，你还没了，你都回不去家了，哥们儿啊！戴娇倩回家也来打。浩然确实是婚庆主持人，我特别想。也是。你早干嘛去了？谢谢浩然，谢谢谢谢。答对的加上500分，这已经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题了。现在也不必让你们四位再互相指正了，给每位30秒的时间到前面来真情告白，去说服现场的朋友们不要选你，把票投给别人。来，陶云金到前面来。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德云社青年相声演员陶云金，这个希望您擦亮您的眼睛啊，台上现在有4位嘉宾啊，我就选择是孙菲菲，她是大忽悠。如果您喜欢德云社，喜欢传统相声，喜欢陶云金，您就选孙菲菲。好，谢谢。戴娇倩。各位参加我们婚礼的亲朋好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我是戴娇倩。大家也看到了，4位里面肯定我不是嘛，因为我爱说真话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说真话更具备力量的，对不对？到底是谁呢？请您姓名清楚。问题是我还没有搞明白，让我再想。谢谢，霍正燕。大家好，我是青年演员霍正燕。具体是谁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你们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们选谁，我就跟着选谁。谢谢。孙菲菲。刚才大家记不记得？刚才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曹云金说过一句话？他说他知道答案。就是往往是这，我觉得这是欲盖弥彰，就是他怕大家怀疑到他，所以他故意这么一说，大家他就认为大家不会觉得他是那个杀手。混乱。杀手。就是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样的结果是越涂越黑，就其实他绝对就是那个杀手。孙菲菲都快喝疯了。那么接下来的话，我是跟现场的朋友们讲的，四位每位面前都有一个分数，到现在开始这个分数不是分数，是现金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待会儿你们选了孙菲菲，孙菲菲这儿有800分，也就有800块钱。他是大忽悠，你们一下就把他选出来了，那么好极了，他这800块钱就拿不走了，那三位按那个数字去拿钱。那如果说明明是孙菲菲，你们没选他，把他放了，他的数字乘以3，拿走3倍的现金，就这么简单。拿起您手中的选择器，一键摁下，来看一看到底是谁。最后关头，大忽悠到底是谁？擦亮您的眼睛，千万不要走开。本轮投票是最终的投票，经过了30秒的真情表白，观众最终选择了霍正燕。电视机前的你如何选择？那么观众的选择是否正确？马上为您公布。现场大伙儿选了霍正燕，对，其实挺冤枉的哈，也不怎么说话，净挨呲了。就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不说话，所以大家伙儿才会觉得是我，下回我来我多说点。也不见得，还是我好几个话痨都给选查出来了。我长得像，不太像，没办法。你们也许对了，也许错了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让这个真正的大忽悠自己站出来。我数到3，你们四位谁要是大忽悠，就把右手伸出来就可以了。1。可以了。
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孙菲菲是如何忽悠我们的。是谁在？你是什么？我看过这期节目，就郭老师的话绝对不能听。我觉得曹云金绝对是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他太有自信了，就是你看他那个耀武扬威的样子，一看就是。你再看个大。还有哪些嘉宾曾经被冤枉过？他说是你。我觉得是他。人这玩意儿讲理就在这儿了，啊，道理何在？就还是你看他贼眉鼠眼的，就肯定。现场大伙儿选了贺正彦，对，其实挺冤枉的哈。也不怎么说话，净挨呲了。就我觉得，就是因为我不说话，所以大家伙才会觉得是我。下回我来，我多说点。谢谢菲菲，他把所有人都忽悠住了，他是我们今天的大忽悠。请孙菲菲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面去。谢谢小霍，谢谢戴娇倩，谢谢金子，不要走。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，辽宁卫视到底是谁？下周日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接下来让我们喊出那个字来，吃啊！谢谢。那就这词呗。那你怎么样？你怎么了？这是尿酸，尿酸。